你好，我叫任昌，我是六岁，我住在布法罗，我去 Nichols 学校，我要告诉你们我的生活。我选物理课，我选中文课，我选历史课，我选科学课，我选数学课，我选中英文课。我的爱好是打冰球和打篮球。我打冰球打得好。一星期我打冰球六次。在大学我要打冰雪。我喜欢吃东西。我吃很多。我最喜欢吃牛肉和面条。我也喜欢喝东西，我最喜欢喝汽水，喝水。我不喜欢吃咖啡，喝咖啡，咖啡不好。我的家有四个人，一个妈妈，一个爸爸，一个弟弟和我。我妈妈叫 Julie， 我爸爸在 Jack， 我弟弟在叫。Patrick， 我的弟弟住在俄国，我爸爸是一个运动员，我妈妈是一个说话员，我喜欢我的生活，再见。